因近日卷入性骚扰风波，虽然已经发声明否认指控，却被外界挖出不少破绽，事件也持续在网上延烧，也让外界质疑爆发桃色风波怎么还能稳坐篮球执行长的位置。对此，他赛事宣布自行请辞执行长的职务。球团也公告表示，后续的人事异动将会交由董事会议来决议，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决定接下来取代陈建州执行长位置的人选。而声明发布不到五个小时后，他就将个人简介上执行长的称号给删除，并改为永远的球迷，似乎已经卸任，就算深陷风波，也依然要展现自己对篮球的热爱。Bye.